十一。是。这就是君子无所谓，必也射乎。好难哦！哇，这太难了。十二之三，爸爸，哎，你昨天说那个不温柔、不体贴、不善解人意，还被男朋友……我没穿了。那这次小你非常的好。知道吗？太大了，要收一点。好来哦，你也在卖假牙不？我看你万久。那个闭眼，他碰君子无所争，闭眼射乎。好想杀人啊！闭眼射乎吧。现在可以敲胆，现在可以敲胆。现在进行的是敲胆钉活动。这个时间哦，循环中，女生可以瘦大腿，对，找到胆经。男生可以瘦，找到胆经。男生的女朋友也可以瘦大腿。对啊，我要讲什么？你要讲说没有啊？睁眼说瞎话。夸张一点，夸张啊！好。好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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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靠！